欢迎来到我的私密空间。我走吧，刚才睡觉怎么声音小声？为什么有家不回要睡在这？我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男人，所以这也算是你除了家以外的第二个最常待的地方。对，算是。这里就是你的私密空间吗？没错。你有没有人？没有。好，应该没有。啊！你怎么在里面？哎，我要先。想要写字。没有，这就是我的秘密空间。这里收藏了一些你很多厉害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也没有到厉害，是我觉得有价值，我自己觉得，个人，因为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是自己认可。这双是 Jordan 六代，但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跟灌篮高手联名。你有看到这些纹路吗？这些都是漫画，就是浮水印。对。你知道这双贵在哪里吗？它这里有一个十。我以为你要说因为我穿过。啊，对不起啦。不会讲话啊！给我出去！哎，你看这个感觉穿更久哦。对，这个最爱的一位篮球员，他叫 Allen Iverson， 是我上国中国一的时候出的。所以他是你国中的时候穿的鞋吗？对，我国中大概是13岁，我现在27岁，他有14年的历史。因为 Iverson 的鞋子大概都是在大概那时候那个年代，大概在3000多块。这一双要4950。哇，现在连50的零头都记得不清楚。就是因为它的价钱太特别了，它虽然破旧，你可能看不出来它的价值。它是 Reebok 第一双，就是科技鞋。哎，这双厉害了，这双厉害了。Jordan 对，1997年拿到冠军。市面上最受欢迎的配色叫做黑红。嗯，对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黑红。红色就很吉利啊，是这样的。哇，新年快乐。对，公牛也是黑，就是黑红嘛，热血的感觉。然后，而且红色其实很多人都是喜欢的。球鞋，我的个人认知就是去穿去球场。球鞋走在路上逛街没有非常舒适。哇，好，有点相信很多人应该会穿球鞋去逛街吧？对，见仁见智啦，见仁见智。以上言论不代表我的发言，好不好？那这三双要选排名的话，第一名一定是这双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破旧了，超级破旧，而且后面还有写他的名字。哎，看我怎么？哎呦哎呦！藏了这些东西在神秘小窝，好吗？这可以送给我吗？怎么会有那个东西啊？你不要带走，放了就不要带走，有种放就不要带走。哎，我看到一本更屌的。哎，这本是什么？这就是 Iverson 的写真书。你要拿放大镜，然后拿掰开第一页，然后这样，这一页，我要照一下，它是2001年。它为什么会那么红？除了它是最矮的得分王之外，他把他的嘻哈文化带到 NBA 里。Iverson 他就是全身都是刺青。对。然后你现在再看现在的 NBA， 哪一个人不刺青？我到现在就是觉得他还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人，不服输，然后坚持到底，不懈。哎，这边有些厉害的东西哦，看到这种信封，神秘密的，看到。粉丝给的信，我就是觉得我会舍不得丢。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厉害的东西啊？Kobe Bryant 嘛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穿8号，我就觉得8号的 Kobe 是我的一段回忆。24号的 Kobe 也是我的回忆。他的球是可以拿起来的，这是你的袋子吗？对啊。可以看吗？可以看你那东西吗？可以啊。你是不是也忘记里面放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这个吗？我知道。你已经很久没有闻过它的味道了。没有，我很怀念。闻到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我要闻。我昨天闻的时候有点感动。而且这个现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个东西，这个绝对是1990年代出生的小孩绝对会记得这个东西，看到绝对会很感动。这个就是以前的类似帅哥必备的法品。沙贝。对。形容一下。是不是？哇！是不是？帅哥的味道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有时候有东西，就是你闻到那个味道，你就会回忆。陈翔的原味衣，所以你会常常穿它吗？会啊。那我可以穿看吗？可以。哇，我觉得陈翔人太好了。谢谢。没有，而且他比较特别的是，你怎么办？这是 Iverson 的绰号，他叫 Dancer。你只要把球交到他手上，他就会给你答案。哇，正常都是写 Iverson。对，阿哲今天是美国限定的。对，所以他写他的绰号 Dancer。来，赶过去看，对比一下。
绰号。绰号的部分。对，台湾的。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？这是你自己提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真的吗？好想得到哦。谢谢你们。怎么得到？怎么得到？对，请你比出这个动作，还有这个动作，或者是这个动作，反正就是这个动作。你说哇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